除了念观世音圣号的文声，我们可不可以让年纪大的老妈妈念诵观世音六字真言 Om Mani Padme Hum 吗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你就念观世音菩萨，因为佛陀曾经在普门品当中啊，这个经文当中讲到，你只要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你可以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，什么都可以加持，所以叫他先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吧。好吧，因为Om Mani Padme Hum它也不一定完全是适合所有的人的。不完全适合所有的人。因为这个本身是一个法门里边的一个经文。好的，可以。除了观世音菩萨的圣号之外，阿弥陀佛啊，这样子也是可以念的是吗？还是地藏王菩萨的圣号可以念的吗？你到底学什么法门的？对不起，你讲给我听啊，你们有没有智慧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愿意学什么法门，你就念什么圣号，听不懂啊？好，明白了。你现在就是等于问我，我跟着卢台长拜师了，我卢台长是我师父，我可以拜那个法师吗？我可以拜那个法师吗？都可以，师父现在告诉你都可以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智慧，一点智慧都没有。对不起。边上还有那个男的也是没智慧。